手的男子汉。来真的没人陪啊，因够真够讲话，啊是安怎等这久还袂转来啊？等拢唔够烦。哎呦，好讲，没人陪，你回来了。我转来，我准备乱改啊。是安怎乱改？你真正讲了安怎？啊，对方有讲什么条件？有哦，开车出大条条。条件本帖也拢做会到，你讲看卖做一条。你吼做会到嘛无路用啦，我就是惊你去做啦，你做到漏气漏档啊啦。哪有可能？你无讲，你哪会知影漏气？你听讲要做啥物？啊，你详细甲我听来。OK。这个吼，别介小姐要求，叫你明仔载五时的时阵，不是五时三刻要人头蹲地哦。我叫是你要赶你去干场开刀出档。是不是？是五时的时阵。爱你心情白衫，白衫，听白妹，听白妹，叫白人，叫白人。伊的目的是要创啥？你知无？他们要鉴定囝婿仔，囝起嘞。你放心，那这点足简单，国语我看都一遍。这条我会晓唱，我亲阿姐白妹啊。你走五关嘛是走无路。伊唔是叫我，因对我唔是要求爱唱这条《天涯白妹》当贪官哦。唔是，伊唔是主要要听歌，你知无？重点是要看人啊。看人。你都袂用去遐看的啦。看人我嘛是袂歹啊，因为足多人拢甲我讲我孤单啊，对唔对？你感觉我无孤单？世间无人，就你上孤单啊！看过我拢甲我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代表讲我未歹啊，哦、虽然哦，啊、你感觉未放心哦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我来讲，我即摆烦恼是我的理由。你啥物理由？你讲看麦，我讲我听的喏。照你讲吼、哦，若要娶亲哦，每人婆去讲讲的，阿哩花轿送来就替我娶啦。啊，就因刁姑人嘛。啊，就是刁姑人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但是不得都无要紧的。没没没，小姐，进去的所在。你啊，这讲进去哦。有喏，你今麦未穿买吼，就去介对象，迄吼未输到抢着头巾香哦，迄反煞吼，啊我无未偷买啦。你的意思就是讲，伊对象，伊讲这个立场，反正阮有去对象，对象，对象若去拖着，唔是天某就天翁。是。这样是不停的，当然是不行嘛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安尼要安怎没人陪啊？哎呦，所以我带我阿爹乱嫁。啊，那拖着伊，我无莫。是。拖着我。是好。阮兜什么亲友？我啦，好啦。拖着我，阮兜当地无忙。啊，烦恼啊，想办法，想办法。真正伫了头两粒蛋，要安怎？你若要娶我，甲我斗想。我听看嘛，我豆豆我听啦。别，我豆豆想想较紧的啦。我做咧豆豆我听闻，我即摆咧想闻的，唔是我即摆咧听闻的。想啦，啊，想看嘛呀。对唱。无钱。该日子。会加提钱啦。起码佫无法多出啊。啊，现在。我都现在有够烦啦。有影。林弟，哦，你有够够等的。我讲到即摆来做我喙焦，哦，退退哦。我比你搁较脆干呢，哎呀，那伊就胖一杯。我怎会无啊？我规晚你拍死我，再来胖一杯。免啦，免麻烦一杯，哎，没人陪啊，免恁，哎，加恁加放的。拍死吼，哎，叫他妈的，小蛋的。哎呦，你的什么的？叫他妈的，就是小蛋的呢。你叫小蛋姐，我嘛想要叫蛋呢。我那胸胸哦，感觉。阮表舅弟啊，有可能有啊多救我哦，你有跟我同感无？伊要救你。系啊。现在你讲伊是恁相啊？虽然伊对我袂对，对，但是伊有可能伊会救着我。是吼、哦。啊，若天桥白马，穿白衫又白龙，嘿，这点这土重的工课难做，何伊做都好啊，叫
要听我去倒啊！你拄只讲伊是你的表小弟啊？表小弟，表小弟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奶茶那叫呀！哎，你看哈、哦，他未介低，我介个天悬差不多，我伊一百七十遍，我百倍。你做个幻想的讲了真好，啊，可以差不偌低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以后做你的大太平。你嘛同讲，我当然是。我甲讲，表小弟啊哦。老爷，是啥物代志？是你大二顶，安尼住喺阮家会惯气未？老爷，你对我实在真好，当然我嘛真惯事啊。听这个吼、哦，是啊。啊，表爷对你真好，啊，我若碰到啥物困难，啊，你敢会甲我帮忙？老爷，你是好野人呢，爱啥物就有啥物。你若有啥物困难？有啦，骨较好行吼，嘛有为难的代志，我就是贪面拢有，就是咧无某贪男。阮何家同居无团，所以我介绍一个查囡仔，对方要求身穿白衫，搁骑白马，又白狼。你的意思，你要娶某，我要娶某，我安怎要甲娶？你感觉安那？要。这个是梅南伯啊，我的表演啊，有对象啊是？有哦，真水哦，真实嘞。是啊，表演啊，你就讲嘞，我就给你恭喜啊，敢不是？恭喜是真好，但是我拄听通讲的，是对方要求的条件啊。啊，梅南伯有讲啊，啊条件你就进去啊，我嘛知我进去，伊讲进去紧拖开。别个你来讲啥话？讲进去那拖掉了。看到你敢听？看到啦，看到啦，看到，看到对枪唔好啦。啊，伊意思是讲咧换别人就袂安啦。啊，无表兄弟，你若表兄拜托一下，你代替我天桥白妹有白龙。